哎呀，也许是天气热，妈比今天阳光也挺充足。妈，今天骑电动车在路上出了好几回险，我都是一睁眼儿马上就要撞着人了，然后猛一拐把没撞上去。这种险情，今天出去跑售后，这一路上碰着了得5、6回。哎呀，没碰上，这都是万幸啊！你这真要是碰上了，我操，这又是钱呐！操，今年鸡巴前几个月就是因为骑电动车骑太猛，那时候还是不是没，那时候还不能怪是我睡着了，这边是我后边带个显示器，然后那个路是挺窄，我从这儿穿过去了，然后整。把人挂倒了，那赔人家2000多块钱，赔了2000多块钱。哎呀，这会儿起风了，这会儿，刮风了，还感觉还凉快点。还有个售后没跑，还得气啊！要不说我都发愁，这年就一刮风，这天。一跑之后光犯困，这要命啊！这都，哎呀，操！撞着别人，撞着自己都不好啊。精神状态今天感觉出奇的差，因为早上起的话一般早早的醒了，今天一般早晨起来还是困得不行，后来睡到。快睡到8点起来还犯困，都快困了不行。就跟网友评论我似的，我是整天就跟睡不着、睡不醒似的，哎，整天跟没睡醒似的。我也不想这样，但是这个毛病已经持续很多年了。哎，就这样吧，还得去干活去。就录到这儿了。